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美说电影。男人叫做大壮，开着货车到响准，到了大量的 high cup， 小帅们努力的搬着货。这个女人叫翠花，突然在店门口跳起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小帅们还是继续搬着货，不出意外再跳下去很快就喝西北风了。胡子哥这时候突然想要变成发包了，于是装上了弹夹，快速瞄准，估计被他瞄到很快就领饭盒了。想要变成发巴乐的朋友，快来想准每一只开卡帕。然后翠花继续跳他这舞，这女人太狠了。今天故事说到这，小美说电影只求精品，双击点赞，妞妞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